YouTuber 陈燕婷和老公巨人结婚后，育有两个儿子黄金元宝。她经常透过社群分享一家人的生活日常，日前就透露儿子穿的衣服被同学批评不好看。陈燕婷在影片中透露，去接黄金放学时，儿子难过的表示有朋友说自己的衣服不好看。见状，她开始思考该怎么教小孩应对这样的状况，边耐心询问儿子喜不喜欢自己的衣服，觉得自己的衣服好看吗？儿子都给予肯定的答复。接着，陈燕婷告诉黄金，下次遇到这样的状况可以跟同学说，没关系，我很喜欢。他感叹孩子上幼稚园后会接触到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们，虽然无法干涉别人怎么教小孩，但可以慢慢教自己的孩子。违心的事情发生时，与其发脾气，不如用幽默和智慧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不过他在文末不忘吐槽老公，每次跟老公说没必要这么生气，气成这样你就输了，然后老公就更生气了，逗趣互动，少烦众人。